在做，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我的音乐，谢谢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大宇，然后今天给大家唱一首自己的创作，叫做《大宇》。大雨随风飘散，听从你的召唤，你给的存在感把我变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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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更孤单，夜晚要到多晚，寂寞才会遗憾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大宇，今天给大家看一看我自己平常最习惯的一个创作空间，其实就是我自己的床上，我喜欢最舒服的状态，然后去写歌什么的。给大家讲一个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事情，就有一次我起来以后写歌，写了一个主歌。然后都快到副歌的时候，我特别就是想去上厕所，就去厕所的时候去小便，同时副歌灵感一下子出来了，我就特别高兴特别兴奋，马上跑回来一拿起我的琴，然后真的什么都记不清了，没有任何，就完全想不起那个旋律了，副歌那个旋律。我就心想说，我说我如果现在再跑回厕所那个位置站在那里，会不会一下就可以想得起来，结果我就马上走回去，一走回去真的很神奇，那个感觉一下又出来了。出来以后我就一直唱，我又怕会回到像刚才那种状态，然后我就一直唱，从厕所唱到房间里来，然后把这个歌记录了下来。我觉得这是我蛮有意思的一次，就是创作的一次体验吧，挺有意思，给大家分享一下。